志明去出大事啊！你讲你咧破案，我无安囝真实啦！你赶紧来，赶紧来啦！医生，医生！可丽，你今天要跟我无安囝把人做恁走？你给我等啊！你给我等啊！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好啊声。你怎么会来啊？最近都是妈妈来接我，哎，是妈妈请你来接我的。我就是你妈妈。你小心，你再来家是不是出什么事啊？你想做要对弟弟讲一个莫名其妙的话啊？你甘愿让妈妈去接近这份人，却唔敢让妈妈接近去亲人，你根本就不适合做伊的妈妈。你台面上讲着吴家文，你就这么敏感，甚至还有发性地，阿妈解释你拢解释袂清楚。啊，你是讲我袂啦？你看，你又过来啊？你娶走我囡仔的时阵，你敢有想过对我有偌伤？我又该用偌久的时间才当爬起来？你，我都已经知影。你认为我什么时阵会当把我这个礼物送给麦麦，想做个小丁啊？弟弟，今仔日喏，唔是啥物特别日子，所以无理由收咱的物件，吼。相公今日唔是特别日子，今仔日是我跟麦麦小丁的日子。你还听错，我真正做替你烦恼。好惨，像你看到林家了，看不着要共乖，要帮我共烧，你莫不管最后哦。我做你安生，逐工照工办，逐工做看守所，甲你送袂回菜。是你才是个安怎？我家想甲抢走的，想要牺牲一块肉。是你真正做人妈妈的人，莫讲是讲白贼，就算讲爱伊爹，倒啊甲人相拼，伊嘛无顾一切，尽全力来保护家己囡仔。多谢你提醒我，哪能无客气呀？下马，妈妈。